进屋就头晕，不是撞鬼就是中毒啦。其实在家里装潢，其实有些东西是还蛮容易有一些有毒物，譬如说以前油漆有含苯胺，还含有甲醛，强力胶里面含的这些苯类的东西，其实会让你产生很严重的幻觉。今天晚上10点，现在才知道。